财帛都申请那个抚养命迟，人家跟俺说了，那应该申请抚养命迟。多这种烧饼他只有俺自己。濮阳就那一家。啊，就俺一家，正在申请抚养命迟，招牌正在注册中。没多少一个大肉盒，现在是磨坊来我大烧饼卖了在楼主。像恁这一天从早到晚一直卖是吧？这一天能卖多少啊？大概？这就是千八个吧。千八个。咱这个烧饼就是咱这个濮阳这边都是就这打是吧？不一样，那个我这个烧饼跟他其他任何烧饼都不一样。我这个以前那个大埔吃货大伯啊，他来尝过。咱搁这干多少年了，大哥？今年是第四个年头了。啊。跟他们那种锅贴啊，又摊啊，又没啊，跟他那不一样。大埔湾跟那张上回啊。报答过俺那个烧饼啊。好，五千来。天线都有哈，等一下。啊，这个看看也是。俺那烧饼去过美国，去过日本。哈，咱今天带过去的。这是白糖的。这是白糖的。你看，像这种都是白糖的，像这种是五香的。你两种味儿。它用的面实际上一般都是，但是这个糖呢，里头里面包了白糖，不能饿。感觉在这边这个街道感觉可有特色，这个牌楼感觉。老山就这个四牌楼这几百上千年的历史了。哦。这是每个烧饼都得上称制一下吗？我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的让它好看一点，它一般大也好看。啊，比较讲究。这个烧饼跟其他烧饼不一样，很多人都觉得好吃，好吃做到了它好看。我要的是一个甜的烧饼。然后刚才在车里边放了一段时间，有点不太焦了。烧饼是两层的，里边包了有白糖。这个大哥他就告诉我，他做烧饼和别人做烧饼不一样，不但要好吃，而且要好看，相当的讲究。